High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组合，第三名小二二嫂，第二名布丁豆丁，第一名土哥云简。人多力量大，有请三个组合登场。其实玉池哥你知道吗？哎，今天的第一名土哥云简呢，号称 YY 上的神雕侠侣，已经好多次蝉联咱们这个桂冠了。是，而且两个人非常有默契，云姐往前走的时候，土哥一直在踩云姐的这个长拍。对，云姐走一步土哥踩一下，云姐走一步踩一下，这是默契。怎么还不跳呢？哎，怎么还在呢？默契。谢谢陈大，谢谢陈大。来这边静候，我们请土哥云姐谁来发言，谁先一起吧。首先我们第二次拿到这个最佳组合冠军的这个奖杯，内心是无比激动的。其实说老实话，今年的这次蝉联对于我们俩来说，非常的惊喜，非常的感动。对，感谢所有三五八二谭家军的兄弟姐妹们给我们这份最珍贵的礼物，感谢大哥、二哥、哈宝、师哥、团座、水叔、妃子等等等等，还有太多默默无名给我们献上每一张珍贵的票的兄弟姐妹们，虽然你们没有挂着谭家军的名字，但是我都记在心里。真的也感谢 YY 给予我们事业的平台，同时也感谢我们蓝宇工会对咱们夫妻俩的这份赏识与栽培。2017年，土云手牵手，谭粉并肩走，好曲唱不尽，情谊永长久。好，真是好默契。那我们也恭喜布丁、豆丁和小二二嫂。